我大家好，晚上好。然后大家可能以为我要结束了，因为我每次拉完这首都会结束。但是我今天有一个新的曲目，是我花很多很多的钱制作的，而且今天是第一次演。我希望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，因为这首歌我不确定我的方向对不对，因为这首歌花很多的心血，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可以想想中间到底有什么曲子，大家会猜一下，谢谢大家。